合国政府间气候变迁专门委员会在八月中旬释出的报告中，1901到2018年，全球海平面已经上升0.2公尺，降雨天数变少，强度增强。像个大型滞洪池的七股西湖，在这个气候趋势中显得更重要了。如果碰到豪大雨，它七股这里的滞洪的功能是可以发挥到很大的。20多年前，七股西湖躲过滨南工业区的开发，保住原本的养科产业，也发展起生态旅游。然而，西湖的沙洲往内陆移动，导致淤积，西湖面积逐渐缩小。逐年的严重，萎缩还有淤积。我小时候的话，应该有2000多公顷，那现在剩下900。想保护西湖，首先要保护沙洲。想保护沙洲，最大的挑战是怎么把沙留住。出来到地，就是拢安尼顺顺看看的啊。啊，加减啊看，啊来大部分就是出来，就是拢咧收蚵仔，啊来是出来顺顺看蚵仔会收一尾安尼尔。今年50多岁的黄志玉从父亲手中接下科田，数十年来细心照顾着。这蚵仔到底大大了好啊歹啊？伊的有当时啊，你像天气咧变化，伊有咧会。有去予死去无？还是伊有咧大无？这宝宝即个真吼，这就是伊的蚵美啦，这叫伊的生长之美啦。啊，你有看到这伊蚵仔较有咧大？像即个这，有这蚵类啊，这啊。啊，这食蚵仔，即个说来捡捡蚵仔顶的时阵，伊会食蚵仔。啊，这有当时啊起来的时阵，就是甲看嘛下，看讲有。蚵类有食去面顶无啊？七股西湖有青山岗扇、王子寮扇、顶头鹅扇这三座沙洲屏障，海水从潮口内外流通，造就半淡咸水的生态系。西湖内风浪平稳，先民立起客架，造就了今日科田景象。你个风台天，内面嘛无大影。你个风台吼，这是有当时咱本唔爱出门尔。个风台天。我們開這個小車在內面在開，也不用怕它會變。這裡不只是科田，也是黃先生的海鮮冰箱，放個網晚上就能加菜了。內面欠都沒那麼大隻，不用再怕了。再放了。這吃不吧，等下吹外口。水域面积大约1000公顷的七股西湖像个聚宝盆，目前记录到125种鱼类，其中有3种是国际上列为极度濒危的鱼种，冬季更是候鸟的重要驿站。这样一个生态丰富、产业富饶的环境，20多年前曾面临开发压力。1990年代，东帝市和叶龙集团提出的滨南工业区，计划开发七轻石化炼油厂、大炼钢厂与工业港。我这个业者本来迄阵要做七轻，我刚才无土泥咧。啊，若土泥的时阵，你看像这唔对啦，这个淹来淹足久。啊，即马来，阮苏县长的时阵哦，伊叫阮利用我们这个小管阀，先搭载了下来，让大家去了解这个地方。为什么咱要反对工业区？这个所在才好着，咱工业区做到。这项计划影响巨大，遭到居民强烈反弹，在2006年宣告结束。2009年，台江国家公园成立，七股西湖真正被保护下来。养科产业每年有上亿元的产值，有西湖考科的旅游活动在疫情前也稳定发展，许多人的生计仰赖七股西湖。
虽然避开了大型开发，大自然运行的力量持续影响着它。护着西湖的沙洲被称为鲲身，就像一条大鱼一直都在变动。知道沙洲变动其实是就是因应大自然的作用在变动嘛，包括海水面上升，包括这些波浪，包括海岸的公沙等等，很多的因子牵涉在里面，然后它就一直在变，平日开船载客游湖的蔡宏耿是土生土长的七股人，很了解从小看到大的沙洲。它冬天是借北风在堆积，慢慢长大。那夏天呢，会被台风呢所引带的海潮把它侵蚀。所以，到底这块陆地它是长还是消，就要取决冬天堆得多，还是夏天呢台风侵蚀的比较快。你如果在这边盖一个房子，有没有？冬天过完冬天之后，你的二楼会变什么？剩下一楼，其他都在沙尘底下了。那如果是夏天呢？你本来盖的是一楼，有没有？夏天就变二楼了，你整个地基会跑出来。这就是我们这种鲲身地貌的一个很可爱的一点啊。沙洲的沙一部分来自季风，一部分来自溪流。增温水库新建之后，奶沙量减少，加上渔港新建的土堤效应，沙洲不只有垂直的沙量变化，还有水平空间的漂移。那为什么会侵蚀呢？早期如果在更早三四年前，更早以前呢，它会侵蚀是这个凸堤，清辉生这个凸堤，它造就的凸堤有没有堤的南边会内侵，沙源慢慢被外拉，拉到海岸线里面去。但是堤的北边就会产生堆积区。它本来沙洲像这么高，然后这边海的部分它一直刮，啊，这边是不是就被消掉？然后它这边又崩塌下去，所以就变成这边的海岸线就被刮到这边，好，啊，本来这边海岸线就崩塌下去，就变成这边。啊，你看起来就是你从图面上对照，好像它从这边移到这边，移到这边。拉长时间尺度来看，七股西湖的沙洲持续往东、往南漂移，向内陆退缩。你看到这些1904年、1975年、1970年，它位置可能不一样，沙洲的位置可能不一样，可是它都是在外面的一个沙洲岛。那我们从航照图里面看到，就是说我们83年到民国98年，这个大概有一些退缩的部分是比较大的，然后大概有50公尺左右的一些退缩每年。再加上沙洲之间原本有两个潮口，现在只剩一个潮口，水循环变慢，泥沙的流动变缓，七股西湖逐渐淤积变浅。以北潮口叫三平的庙，北平每一平要淤积要看两平，它是北平，对，北平道一道遐，迄阵有去后。哦，遐较浅对。遐总要平着，平了足浅。伊遐原底本来嘛足深的，差不多一米外水深，结果要平一个深，可能差不多10多公分哩。养殖区域就在西湖北边的周万松一家三代都在七股养科。一部分科田因为青山岗山内移而沉在海里，还在西湖内的科田也被埋了不少。古代的山区。是生在那边遐伊个啦，啊，即种讲入来，阮个白啊衫拢伫外面啦，哦，啊，伊个放入来吼，迄拄好啊，拄好一定砍伊个啊，啊，砍伊，你看，下晡真个要当看，哎，其他无短啊，迄就是拢互砍伊个啊。进去坑哦，吓啊，遮大坑啊。进去坑愈刮愈大坑，啊，只愈吞愈入去，有影吼，伊就走入去啊，一定个吼，遐拢沙拢走入来啦。啊，走入来要安怎？走入来，伊即马走入来吼，迄病啊吼，就吞去遐啦。啊，对恁饲蚵仔有啥物影响无？啊，都大鱼啊！啊，大就大鱼，我古代我嘛带伫迄个遐带一届一个鹰仔来，三鹰仔了头40万。古代我拢做几啊万条，即拢做2-3千，几千条啊，5-6千条。古代忙做3-4万条，3-4万条。啊，你吞入来都无好吃的啊！就无所在让我饲啊。淤积最明显的区域就在青山岗扇的东侧。从1996到那个，看你的这个光是这个西湖的部分，这上面就少掉了一半。哦，好可怕，少那么
对，那所以以前我还常常搭竹交筏从这边进出嘛，现在这边都变很浅了，都船可能交筏可能通不过。那就这一侧事实上就是我们已经做了很强大的堤防嘛，那一个是不动，那一边动，那它就没办法，你细湖就越来越小。这行哥，原本的行哥啊，你改到方便，伊就积遮侪土啊。啊，所以咱拄也是卡条的。嘿啊。啊，你即马，阮就愈爬愈深啊。咱无靠啥物轻鱼啊，拢靠阮的船家己轻啊。哦，啊，足爽的，迄螺旋桨足爽的。你别拄安尼啊。先绑下啦，阮等下较调起就好啊，我先绑啦。同样是家族世代养科的林明德，也明显感觉到西湖的变化。这以前我小时候至少大概还要在这个岛啊，还要再往外面呢、啊，大概 1.5 公里啊，而且每一年都在跑啊，一叠照的吧，哎呀，那鱼啊，啊，然后鱼鸡啊，鱼越来越枯萎啊，啊，越来越浅呐、啊，啊，然后它到出海口到了水，到了半潮了以后啊，它船就出不去啊，啊，鱼啊可能也进不太来啊。淤积影响养殖，科农向台南市政府陈情，水利局陆续在六孔码头附近的航道与南潮口进行清淤。啊，这边啊，这浮啊，这是因为咱疏浚搞这个航道，伊要搞起啊，因为这下骹伊个球土，因为你疏浚的时阵，你若要用抽的，这球土袂抽进，啊，所以咱今拄好先会使先甲摕起。蹲伫边啊哩，啊未疏浚进前个时阵，就是叫浮起个啊，规个拢病，交迄拢头都病，白青嘞，足过足严重，足严重。清淤的沙正好拿来补沙洲，让沙洲能够培厚再加高。那前面做一些柔性工法的一些保护，就是沙床带，刚好是从细湖的淤积吼，把沙抽出来，就做一些前置的一个保护吼。那这目前呢，我们统计目前沙洲的富裕大概有93公顷，就将近一平方公里了。那个我们里面抽沙的数量就差不多120万立方公尺。台南市政府水利局的工作重点放在最北边的青山港扇，这块沙洲的侵蚀与内移情况最明显。沙床带除了与沙洲平行排放，在临海侧还有垂直方向的设计，搭配木桩，希望能减少侵蚀作用。那101年到105年的部分，因为我们持续投入了这些沙洲的富裕工程，那大概有3.3亿，这10年间有3.3亿，那也造成说它的一个退缩有延缓，那每年目前呢，就是在101到105中间呢，它每年的退缩量就只有到6公尺左右。那另外在105到109，我们后续在持续的一个监测都已经呈现稳定的状况。想办法把沙留住不是最近才努力做的事，2007年当时的台南县政府就曾经举办手牵手护沙洲的活动。差不多这10年来哦，这个沙洲往内漂移差不多800公顷，好800公顷。啊，这个不只是讲往内漂移的，这个整个西湖都淤积了。然后这个海浪呢，已经要打到那个岸上了，打到那个岸上。所以现在风台那来的时阵吼，迄个规个这个整个地方都淹水。啊，所以我们希望把这个沙洲吼，把它加高了。那所以我们希望透过这种方式把它挡下来，把这个沙挡下来，所以这个已经实验过，效果还不错了。十多年后，水利局沿用围篱定沙，另外加铺稻草，只剩绿化。要如何让这个成效能够更加的维持呢？那我们就一些边篱定沙的部分，在沙洲上面做一些边篱定沙，就是一些季风来的时候，它就会阻挡一些沙，让它在沙洲里面就是做一个沉淀，也会做一些绿化。那因为刚开始沙源里面可能盐分都比较多，那经过雨水的冲刷呢，这个盐分就会变少，所以它的植生绿化就会相对比较好。青山港扇因为侵蚀严重而变窄，台风天海浪会直接打上来，
植生选择匍匐类的沙滩植物为主，这样的植物能耐受海浪、高盐分与强风。另一座王子寮扇，台江国家公园为了保护油气设施，在临海侧尝试用木桩来消能。我们现在就是用打木桩的方式去延缓它的侵蚀。那我们也那也是我们的一种尝试。其实那个很花钱的，1000万下去打没几只，那个很花钱的，对 啊。但是我们就是，我们现在只要手上有钱，我们就去做；手上有钱，我们就去做，这样子。